手游酷玩。老公，去给我买个香瓜回来呗。好的，媳妇儿。儿子，给你10块钱，去给你妈买个香瓜回来呗。香瓜长啥样？我不认识啊。你不是认识一个瓜子吗？足够了，足够了。到了菜市场。哎，卖瓜的，你的瓜甜不甜啊？小屁孩，别捣乱，走开。我问你瓜甜不甜，谁捣乱了？滚！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？我就问你瓜甜不甜，你告诉我甜或者不甜，怎么能让我滚呢？我卖的是苦瓜，你说甜不甜呢？不好意思，告辞。好丢人呢，看来还得好好学习啊，丢死人了。瓜甜不甜？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